边边希望不要遇到太多只，我觉得来了，我觉得来了。好好好，我过来了，飞机嘛。 会有什么好东西？原来就是我刚刚那里嘛。 快要被毒死了，喝换水。看起来前面还有不少可以捡的东西，加油！有多少次啊？ 这里有黄金卷轴，也不是说多强在那边。再来一只，如果我被喷烟喷到，全部都是，我就死了。要注意，这个一定要注意。 等他消一下，不然真的不行。这宝箱已经被人家给打开了，看来我是去拿到那个。哦，这里还有个箱，古典礼服、古典长手套跟古典裙子。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装。 嗯，都是魔法的套装。 魔塞顶帽也是可以。哇，这个是那个哎，是那个法师的装备哎，那只。 胖胖法师还不错啊，可惜我的角色变丑了，不然真的还不错。
喜欢。我换回来，我要当那个胖法师。好好肥，这衣服到底是多厚啊？来这边避难，然后顺便砍死你。附近应该就比较还好一点的吧。不晓得那边是有路还是没路，感觉好像没路。侦查一下。应该是没路。就是沿这边前进，看能不能再找到些什么。我又剩一只可怕的家伙，略过略过。里面有阔鱼。有啊，是啊，呀、啊，用错了，喝水。哎、欸，你还没死，你还没死，你是谁？你怎么还没死？我觉得外面还有，外面还有人在捣乱。我刚刚瞄到一只不知道什么，哦，也是破鱼吗？我刚刚从哪个方向来的？好像是那边。我已经迷失方向，这边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东西可以捡了。我还走得很快啊，拿到一套装备，走走走走，点燃就跑。我觉得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。走走走，撤退！你们去打，你们去打，不要找我。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？觉得我已经完全迷失啊！完全不知道这是哪里了，然后被这样一直追着打，飞！这地图也太难探索了吧！啊！我再闯过去一次，然后有一个，刚好看到一个什么斜坡的，
他们叫屁撞的、啊。那上面还有很多东西，我重新定位一下我现在所在的方向。不晓得要怎么上去，我等一下诅咒消。这片沼泽实在是太大了。到这边嘛，快快快离开诅咒诅咒。不行不行，哇，这边要大只的啊，这刚那阔鱼快乐军团。啊，我刚刚要找的就是这个，前有萤火，萤火，啊，终于，这样算是不用再每次跑很远了。看起来就是两只，三只，超级狂战士。狂战士，耶！一次戳死你们！啊，我再往前看一下，现在已经，沼泽那边还有东西可以拿。近看起来也是几只那个狂战士，我刚刚就在下面这边被追了吧？啊，这扇门就是刚刚影片中的门，我关火焰的时候的门。那我应该要往哪边探险呢？这边的怪都好强啊！
个弹性球，将火熄灭。哎，又关一个火。哦，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四周的火全部都熄灭，我才能够进去？我想应该是这样子。那扇门。我好像没有四高，只有三个火台，所以只要再开一个我就可以。成功了。除了那边还有个东西可以捡之外，还有没有是可以捡？那是我刚刚死的地方，那附近应该会有个楼梯是可以爬上去。等一下也要去爬一下。哎，我好像终于绕一圈了。沼泽的整个样子，终于啊，我先下去拿那个被很多家伙保护的物品，还不止一个，还有好多个，有办法吗？希望可以。这次跟那一只好像不一样，这次比较没有那么耐打。又是螃蟹，这边沼泽也行就对了。可怕！那一只狂鳝是有好多种形态的感觉。
只要站在那个树旁边，他就会攻。啊，这会不会是因为我跟那个巨人变成好朋友的关系啊？算了，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变成跟他好朋友关系。我一定还有哪个东西没有去过，所以三下差一点，但是三下就打得掉的话就好打。饶舌卷走，腐败松子。捡了就跑，捡了就跑。宝石，珠宝石，几乎要阵亡。小心一点，应对的话会死。啊！这我也快没血了，这边已经熄火。这种情况下打回去吗？把它打回去好了，就算死了要收回也方便。这样的话就差，刚刚看到的那个白点。还有一个很高的楼梯，来啊，来啊！啊啊啊！还有一只嘞，你是谁？我以为是多出来的敌人，吓我一跳。还有一只不晓得跑去哪儿。啊，我应该是扔那个烽火台。啊，忘记你了，忘记你了，我以为我打过你了。不对不对不对，我还没打你，我刚刚休息过，所以我还没打你。明明就是一样的，就这一只特别难。
对。就这一次特别难，也不能说完全是一样。啊！超无打，一直戳就戳。我觉得他这一次又比其他次还要强，这一次才是真正的狂战士。他会跳高啊，冲下来啊。烧坏一只的饭呢、啊！准备要稍微赢一下，还有一只，抓死你！啊，他们这些是有拿刀的，有拿武器的，是比较弱的。然后这一只夸张强的是没有拿武器的，啊，这速度好快。妈妈按了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频道，收听到更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